如果不要有甩鞭的动作，其实不会。这个脆是不是？对。小宝。有看过的举手好不好？让我知道一下。参加过。OK。你认真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先做一个升级，好不好？我们讲一下仪器的二点零，先大概讲解一下过程，然后待会我们会去从仪器一点零开始拍，然后来拍。来，那个三老大，再一个，再大家看过他的文章，然后这是台湾队正在回文的蔡焕旭，几乎二十四小时看得到他。对，我到二十四号好像没。后面那一位是比较早。哦，刚从法国回来的，徐大，奥运经验。好，我们刚才台中海星的讲师，然后旁边这位红色衣服的周大，他这个到底就知道非常的敢。来，走走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手举高。看中间，看中间，手举高，挥手。三个一起举，举开手了。好，三二一，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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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叫万岁！万岁！龙哥。来，我说一二三，好，大家喊耶哈。一二三，耶！来，举高三，向后转，继续转，往前走。左三圈，右三圈。来，我说一二三，喊前叫万岁哈！一二三，前叫万岁。然后一二三，三六零万岁。一二三，三六零万岁！还要接什么吗？开始了，还有没有想到什么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